人为山卡，唔是为山顶啊，唔是是为山顶该摔落来山卡的啊，唔是迄啥物天顶啊，上来你下骹要好你的啊，讲袂听好你啊，不管安怎讲啦，我甲小龙龙哦，就是有这个缘啦，所以我决定，我要好伊这个。给、嗯、不用啊，我龙哥哥已经有一个幸福的家啊。做阿姨啊，阮是真感谢你救爹地啦。啊，不过爹地已经有两个某啊呢，若搁加你一个哦，应该是办不到啦。嘿啦嘿啦，歹势啦，朱小姐，你对阮蔡家的温情哦，阮一定会报答啦。啊，不过是的啦，我真正无法度把我的红腮让予你吼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啦，啊，无恁讲，恁要安怎报答我？小龙也有甲我讲哦，有得卡吼，会当替这两个人哦看红山呢。小鹿啊，啊你先缓一下。那雄雄出啥惊死人啊？千山呐，我问你吼，你敢有相信我眼光？哦，啊你是讲迄个蔡良哦？哎呀，伊可能。普通普通，不是啦。啊，不是啥？你是要买啥货啊？也是。哎呦哎呦，卖问遐济啦！啊，你就讲你相信我的眼光就好啊。相信你啊。啊，你就讲好啊哦。是啊。我要替你找一个你适合的对象，我感觉哦，你会介意哦。对象。看嘞，光头的哦，虽然跟在阮龙哥哥身躯边哦，十外年啊，拢做细汉的，啊，不过吼，伊加减嘛有学着阮龙哥哥的迄种气质，就是你想要爱的迄种，有淡薄仔怂，搁袂伤怂，啊，有江湖味，搁带点男子气概的中年男子，你的菜。身材比例得五五三嘛，啊，够有啦！哈，啊，这件都啊那袂顺那果冻嘞，啊那软 QQ， 啊，啊够最好笑啦！啊，看起来那像那种甜甜圈，啊这粒头这头毛弄起来这好像像走去啊！啊，不过这头型看起来那像可袂歹呢。嘿！我爱听，我爱听。什么？我爱听哦，跟你讲大声无名的，你要尊重的哦。你放心啦，警察，你是创啥啦？你是我贵阳镇人啦。更好的你，你足无礼貌的。啊，谢谢谢谢。啊，我有缘不识泰山咯，我唔知你是阮大舅的恩人啦，请受我一拜。煞煞去啊！这救人哦，是阮上流社会的美德啦。阿伯哦，爱靠有礼貌的啦。不要这叫我什么欧巴桑啊，还叫我上流美女。哦，上流恩人。